这颗是玫瑰属的一种，白玫瑰起居多，但是山水非常的漂亮，尤其这一面。剪到的时候黑黑的，没感觉，磨了以后居然出现一个这么美丽的一个山水，石头还会呈现两种颜色，非常的标志，山头好像是白雪。山水，淡淡的玫瑰。